丽璇，基地是你的，蓝关的项目也是你的，你有权利拱手奉命，我也有权利退出。王姐，王姐，你吃个废物吗？自己讲一下会死啊！真是无聊。喂，师哥，我马上到。谁呢？哎，韩家康啊！不是吧？前两天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精神都不对。真的。你一会儿要是再打我，再说一遍，说完。没有那个意思。能说的话再说一遍，是什么意思？天天就只知道说钱，我看你跟那个赵小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。你再说一遍。公主殿下，那个真是不得你家不出嫁的贵人，凭什么？凭你长得好看？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啊？还是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？笑什么呀？我在回味。回味什么呀？借我一下。哎，别走！哎，干什么？叫警察了啊！滚蛋！别晃！滚！干嘛？再挂上！上车。还有29个。你能不能慢一点？不赶时间吗？还有你是什么？松手。结婚的，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三年前我就说了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？和我没关系。李雪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要这样子的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，但我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。你想多了，他才是我真心的，我现在。李雪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姑娘，再见。你这说的不是我的，我的。给我看看你的。汤姆一定是嘴憋坏了。我跟你。飘下来的，它分明就是砸下来的。